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那当然今天的大盘呢，下跌了450点，跟昨天的大盘呢，你自己去做这个比较，好像昨天的大盘呢，它是开低走高，那投资人呢都认为说，老师这个大盘呢，应该出现所谓的止跌的一个讯号，出现所谓止跌讯号，但是昨天大涨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融资啊。还是要小幅的增加了哈，融资还是增加了7.6亿啊。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注意到，这个大盘啊反弹的时候啊，上涨的时候，如果说融资啊增加，代表说这个大盘啊筹码可能还没有清洗干净哈。所以说今天啊这个大盘啊跟美股开始联动，美股道琼斯啊开始下跌，那当然今天啊台股顺势怎么样？就直接开低了哈，那开低之后啊，就一路的灌杀，甚至啊，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的成交量啊要开始增加了。好，那当然啊，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融资如果说在今天啊跟明天开盘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断头啊，这个大盘啊未来的话，它也吸干了，它可能它会拖一下拖一下，也就是说它要走一个大 V 型反转。他就必须要把筹码面把它清洗干净哈。当然，严老师对于未来这个大涨啊、大 V 型反转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现在大盘呢已经下跌了1200点嘛，对不对？你有看过那个大盘呢每天一直跌的吗？小英政府看得下去吗？甚至说你去看一下报纸啊，老师有三大利多呢。第一个当冲税可能要延长3年。第二个外商银行开始请喝咖啡了，第三个利多我就不用讲了，5倍券是不是？未来还有什么动资券啊，还有各项补贴啊，都会出来啊。但基本上倒数丙午套最多的股票是什么？不是钢铁就是航运啊。所以说钢铁航运的操作就跟跷跷板，今天航运对不对大涨嘛？但是只有唯一的一档股票叫中航，今天亮灯涨停板，中航是谁的？当然严老师不是那个董事长嘛，但是中航的话，我也送给你，我有送给你啦，涨哦起停啊，今天又起停，你说严老师的股票飙不飙？这个让市场来公平嘛，严老师送给大家的什么美骑马是吧？代号、哦。记一下好不好？4721美骑马，老师啊，今日要收诶啊，今日吼来到137.5呢，投资人连这个小数点都记得起来。老师，另外那只对不对？叫大甲妈，我说不是叫大甲妈啦，叫大甲啦，做更铁啦，今日有个创新高，所以说你在大盘下跌的时候啊，你才会了解说一个。分析师啊，他操作的一个功力啊，其实啊，大家都说自己很厉害，你知道吗？有够厉害啦，有种图贴嘛，叫有够厉害，对不对？结果今天对不对，都不敢说话，这个就是所谓的市场里面真的有硬底子的硬功夫啦，跟那些嘴上啊，对不对，耍嘴皮子啊，定型看的那种，你知道吗？不讲啦，我相信严老师在市场里面一定有我的风评在。但是我是希望说近期参加严老师的投资人老师还是要提醒你跨好准看准以后再出手，不是随随便便，老师啊每天出手一下好不好？严老师没有这个习惯了看准了以后再出手，把手动资金好好的对不对，先把它放起来另外你知道吗，再传一个报题危机入市这个严老师教给大家的常常跟大家讲2008年，对不对？金融海啸。那现在要跟大家讲富贵险中求要凭真本事要凭真本事不是每天对不对？想东想西的，想东想西的，对不对？尤其目前为止手中股票太多的，那真的烦恼到晚上都睡不着觉打电话给严老师。对不对？我说你这个股票稍微要卖一下，当然不用停损在这个地方啦，明天稍微震荡一下，下礼拜这行情又开始上去了所以说买卖的一个时间点非常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严老师最近的操作好不好？
这是八月十三号的，来，这张股票单股会员的卖掉，啊，市价获利6%，啊，这是八月十七号的，来，特别跟普通会员，普通跟特别，来，这张股票卖掉，啊，我恭喜你，啊，你也是赚8.58%。八月十八号，来，这张股票获利超过几%？啊，7%，啊，把资金回收起来，啊，这张字卡还记得吗？哈，老师，这个族群还没发动哎，不要急，好不好？礼拜一可能就最后买点，这个因为礼拜四大跌嘛，跌嘛，对不对？它掉下来咯，哦，这个未来可能就上去咯，哦，老师，它是强势个股，美骑马呢，加好利修啊，盖几的好不？哦，改成多少？老师啊，今天收盘吼137.5呢，啊，会不会到200？我唔知啊，啊，我唔知啊，来导播拉近一下好不好？你从50块钱看到113，50块啊，看到113啊，再从113啊看到137啊，这边又20块钱嘛，对不对？啊，会不会看到200？啊，老师你就把答案告诉我就好啦，会不会到200？啊，会到200跟你也没有关系啊，真的没有关系啊。哦，就像严老师啊，哦，这最近哦可能比较红一点啊，在网络上面比较红一点的，啊，哦。但严老师这个人非常低调，非常非常低调。我认为啊，这个好的事情啊，大家就会传呐，啊，坏的事情大家也会传，哦，这个很公平呐，啊，严老师是一个有诚信的分析师的，啊，哈。我记得上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好，扫描我们 QR code 的，有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的，我相信今天都得到一个验证了。今天严老师啊，八月份啊，2+1的股票，啊，今天还有2档涨停板，啊，今天还有另外一档哦，再创波段新高，啊，老师你要不要调一下 VCR？ 那 VCR 都骗人的，你知道不？讲了26分钟，把对的拿出来剪接一下，哎，导播 VCR， 啊，那种节目就不用再看了，知道不知道？啊，不然就每天哦，宾果马戏团。每天都涨停啊，啊，笑死人了，自己的表演的哦，很高兴啊，老师不来这一套的哦，来跟你验证一下哦，来，你上个礼拜扫描 QR code 的人哦，超过500通、1000通哦，你自己看哦，你是有没有扫描，好吧？我今天一样开放让你扫描，我今天一样开放让你扫描，明天有一档股票逢低要布局的，你相信严老师的，你现在赶快的，对不对？拿起手机。调到照相，对不对？赶快起来，来，赶快加入到严老师的好朋友，好，用手机直接扫描哦。哦，老师打电话可以吗？可以啦，扫描之后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啊，留下姓名、联络方式。明仔载有一支，啊，老师会不会飙？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啊，八月十三号你拿到美骑马，美骑马。今天的美骑马啊，很多人啊会开始啊这边表演啊，严老师不表演啊，我为什么要表演？我不用表演啊，来导播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哈，来毛利率14%，盈利率11%，股东报酬率11%，现金股利1.9元，来未来新主流，来导播拉近哈，来这边，来未来的新主流。啊，黄金十年，电动车，电动车，冬节，电动车，对不对哈？老师不在唱歌啊，啊，法人从8月10号就开始买了，日周月黄金交叉，你认为今天涨到127啊，够了吗？波段黑马中的黑马，你抱一条呗，看家，你抱得住吗？不要明天就下来了，你又说老师他没有救了。你抱得住吗？你抱一条呗，啊，你有耐心吗？来看一下，没有赚钱的举手好不好？啊，老师啊，这种股票我赚不到钱呢，50块起到127.5啊，这地方你赚不到钱吗？啊，第二档股票还要我讲吗？来，这支啦，中航啊，来，今天航运类股唯一所涨停板的就叫中航。昨天涨停板，今天再涨停板，
好，来导播，我们拉近哈，我们看这边哈，股价从92.7修正到57块，来再拉近，这四个字，风云再起啊，风云再起，看到没有？啊，日周月黄金交叉，啊，第三季到第四季要注意哈，价差波段操作，有没有跟你讲主流？我跟你讲吧，主流，啊，主流喷出30%到50%。有机会了哈，我有跟你讲什么长荣吗？阳明吗？万海吗？那个做短线的啦，哦，昨天涨，今天就不会动了，那个真正的买点还没有到。这一档股票我送给你啊，我没有收你一毛钱啊，啊，这两支做掉，人家问说，啊，老师第三支的，第三支我在节目里面我也讲很清楚啊，啊，2612来中煌，来。锁了多少张？28000张。目前为止，航运类股唯一涨停板的啊，老师家第三支的，你看节目要看仔细啊，第三支你家啦，啊大雅，啊大甲是不是？大甲吗？哈，一定要拿到。有没有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啦？我电脑萤幕就不要再秀了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底部起涨的？是不是大姐便宜货直奔不用等单股锁单，你要不要锁它？我不知道啊。节目里面每天讲啊，老师美琪嘛啊，老师大姐对不对？好啊，当然这个美琪嘛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会秀简讯了啦。有人说为什么？其实啊，操作的最高境界啊，啊只能言传啊，啊，不可以言传啊，只能意会，跟那个师父教徒弟一样。以前我们师父给他教的时阵哦，一鸣啊就在旁边用看的，用眼睛去看，用心脑去体会，看不懂没有关系啊，看不懂没有关系啊，看懂之后，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哦武林高手那种哦境界啊，师父就要退休啊，哦，来。你可以领先你的师父嘛，对不对？啊，美琪嘛，有多少人现在啊，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老师啊，这个三个字好漂亮哦。第一个叫美国的美，啊，最好是改成沙西嘛，是不是？啊，现在人家看到这次口水都快下来了，但是你可以卖啊。我不会跟你讲说哈，哦，啊这个哈，哦，会一直涨，一直涨，涨到月球去啊。你真的赚很多就卖掉嘛，50块钱到127块钱，你凊彩卖你拢赚钱啦，我讲的对不对？对啦齁，来，股票操作啊，最高的境界啊，什么时候去买到以后它会涨嘛？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你就是等这个东西啦。什么时候去买的时候它会动，什么时候去买的时候它能够让你赚得到钱。啊，你自己有法度，你就自己做啦。你自己无法度吼，啊，找一下专业的老师啦，好不好？我不见得是你最好的一个老师啊，但是我绝对有信心啦，我该进场，我一定会进场。啊，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做啊？你看节目的人，你看仔细啊，你看仔细嘛，两对不对？单股会员啊，你看仔细，创新高我在不在？啊，你每天看节目的。看来看去就是不敢买，投资人很可怜呐，眼睛看得到啊，冰淇淋，你吃得到冰淇淋吗？吃得到，我恭喜你啊！没有吃到，不要怪严老师，老师你的冰淇淋哦啊，就在这边，我就吃不到，吃不到你就用看的啦。8月16号来两级会员啊，两级会员，老师啊，你为什么要发给普通会员啊？普通会员最可怜呐，啊，啊，可怜，你知道不？啊，特别会员也很可怜呐，啊，为什么？啊，可能在别家投顾，对不对？你去参加那个普通的跟特别的，对不对？你都是被人家排挤的。你在严老师这边，你是普通会员，是特别会员的，这个上好吃的，给你吃。啊，这个上好吃的，你知道不？大家一起吃啦，啊，中原到了，普渡到了，大家做一家啦，啊，啊，第三次操作。啊，都事先讲，啊，保密的，对不对？啊，8月17号开始跟你讲，老师你怎么保密的？你教我一下，啊，我现在就教你，好不好？
来，来，这是8月18号的，啊，这保密喽，简讯完全封起来，简讯完全封起来。今天8月19号，来，有没有亮灯涨停板？有。可是你今天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简讯，来注意看哦，来，什么都没写，好不好？保密。啊，美琪嘛，我不止9:08告诉你哦，我在1:32我再告诉你一次哦，哦，这是哦操作的最高境界，哦，跟那潜水艇一样，啊，进入到深海了。全部无线电关起来，啊，这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也找不到敌人，我们没有敌人啊，这种股票会有敌人吗？没有啦，啊，八月份最强的啊，最强的，你知道不？你要操作就操作最强的嘛，你去买那个不会动的要干什么？啊，老师，你中行有没有送给我？有啊，有啊，我在节目里还跟你讲啊。然后我们的专案会员有在做嘛？啊，昨天亮灯涨停板，啊，今天呢？啊，今天一样亮灯涨停板。你说你赚不到钱，刚好扣零，啊，第三档股票叫大甲，昨天也打开给你看呐、啊。老师，大甲会不会涨？你有没有买再说啊？你有没有动作啊？一根涨停板，两根涨停板，啊，对不对？啊，老师，大甲哦，昨天在创波段新高呢。啊，今天一样哎，再创波段新高啊！好，我讲一下好不好？你昨天卖掉的好不好？你是赚钱的好不好？你今天卖也是一样啦，你卖到尾盘你也是赚钱的啦，这样子可以吧？可以吧？可以的哈！啊，老师你还漏忘记讲到另外一档股票，来来，这一档对不对？我叫你不要卖哦，我没有叫你卖哦，我昨天讲得很清楚哦，我简讯里面也没叫你卖哦。啊，老师，今天呢？啊，今天来注意看的啊、哦。昨天是这样子，叫你不要卖。今天你要不要卖？随便你了，好不好？尽在了啊、哦。卖掉就赚钱了。哦，对不对？买这种股票赚不到钱，你不要骗我好不好？啊？你敢不敢买才是重点啊？是不是？啊，老师，这个未来呢？啊，未来拭目以待，好不好？拭目以待啦，啊，慢慢看啦。啊，老师，未来有没有那种更强的？当然有啊，啊，所以说我今天哦，本来是说不大想推的啦，但是为了投资朋友们哈，我今天还是要再做一次动作啦哈。那你今天这个机会上面就好好把握好不好？明天的这档股票叫做美琪玛第二，好，那未来会不会比美琪玛更强更飙？你今天只要做一个动作，好不好？我们今天的私房标股只有今天，好不好？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你直接跟我们的助理讲，我要操作我们的私房标股美琪玛第二，好不好？好，那今天这档股票昨天亮灯涨停板，今天再上波段新高，好，你可能是一张都不要卖哦。我先讲哦，未来会不会跟美琪玛 PK 啊？万不哉啦！好，当然现在的美琪玛进入到保密了，对不对？我们就不讲话了，对不对？好，不讲话，不讲话不代表说啊我们赚很少、哦、我们赚很多、哦、好，那过去的事情就算了，我们不要再讲了好不好？美琪玛先把它忘记，赶快去找美琪玛第二。老师，美琪玛第二在什么地方？在这边。好，我先讲哈、哦、美琪玛第二只有在这边，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好，你现在扫描 QR Code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一定找得到，一定找得到。好，那投资们，如果说你要危机入市的大捡便宜货，今天严老师最后一天，投顾史来最后一天。什么叫最后一天啊？严老师一年就一次，只有今天只收一个月，啊，多一块钱我都不收啦，一年就一次，只收一个月，汇集到年底啊。前面十位打电话进来的加 LINE 的人，严老师再加赠一个月，好，自动升级哈，就一次的机会，明天就没有了。好，我先讲哈，美琪玛第二在这边，赶快扫描 QR code 就知道哪一档股票了。没有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的哈，我没办法通知哦。所以说今天呢、啊，你打电话要留下姓名联络方式。今天扫描 QR code 的想要操作美琪玛第二的，
今天电话一定要留，因为明天发动点我会直接通知，好不好？来，老师最大的诚意哈，一年就一次，只收一个月，汇集到年底哈。来，赶快扫描 QR code， 明天准时进场布局，打电话进广告。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轮源投顾严分析师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擅长基本面分析，精研大盘结构，最能洞烛机先，充分掌握风险，积极拜访公司，深入产业研究，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汽车尚能行驶，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一、全程注意安全；二、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三、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以标线为参考基准，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号志等一并摄入；四、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人没事，车能动，自行拍照，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大盘下跌，明天早盘啊，可能稍微再震荡一下，再把这些融资啊把它洗出去，那未来的话这个台股啊就是属于一个海阔天空，所以说投资人啊一定要记得老师基本上跟你讲，真的有时候停损股票不要停损在那种最笨的方法，有时候啊等反弹你再出，这个损失啊可以稍微的少一点。那至于说你要换股操作的，还是说你现在有资金正准备要操作，听严老师的，只有我能帮你啦，好不好？来，这档股票昨天啊来拉涨停板，叫你不要卖，你就卖在今天也可以啦，好不好？也可以啦。昨天啊涨停板10%嘛，对不对？10%啦齁。啊，今天最少15%啦。15%能够帮得到你。麻烦大家听老师的啊。拿出赚大钱的霸气，这个很重要。上好你的资料齁，你要认真看。美琪玛今天量增涨停板 ,127.5, 再创波段新高。中航今天两根涨停板啊，今天还是涨停啊。大甲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再创波段新高。其实你在节目里面看到的股票啊，我先声明一下好不好。这一档股票我们会员有操作，两级会员。大甲啊，我们的会员有没有做？有没有做啊？单股会员啊，中航有没有做到？你自己讲啦。美琪玛现在是变成潜水艇了，好不好？我现在不讲说我们有没有做，我直接恭喜你好不好？可以的齁。因为这个菜鸡来的在看老师节目在操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低调一点好不好？低调一点好不好？今天严老师最大的诚意齁，来，一年就一次的机会，好，就只有今天。今天打电话进来的通通算，今天扫描 QR Code 的通通算，一年就一次，今天只收一个月，汇集到年底，前面10位的，好不好？严老师再加码一个月，好不好？今天电话拨通，明天开始大家就有赚钱的感觉，好不好？
美骑马有赚钱的，老师恭喜你；没有赚到的，准备操作美骑马第二。美骑马第二会不会比美骑马更强？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啊。那当然，今天啊，看到老师节目了，好，这机会来了，好好把握。关键的时候，跟着严老师一起动作哈。美骑马第二是哪一支？直接扫描 QR code， 直接扫描 QR code，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今天严老师释出最大的诚意，释出最大的诚意。今天赶快扫描 QR code， 明天同步进场。我们明天见。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分析师历经多次万元与空头，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擅长基本面分析，精研大盘结构，最能洞烛机先，充分掌握风险，积极拜访公司，深入产业研究，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0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冲。